刚才把菜弄了螃蟹，现在我到这边来找一些柴火。我在这个山脚下，这里在修路，对吧？哎，这里有响声，这里是干嘛？哦，这里是滴水下来了。这里有水呀、啊，有水。把点柴火。这个世界或有别人。仍然令我放肆爱一切，对你飘发的爱为何认真？热情热爱多难分，怎知道爱上了你像妾子一份，仍然愿意靠向你亲近，也许痴心可以满情深，随无望去天晚。随缘分过去，你不再问，不懂珍惜此际，每每看着我受伤，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，对你再不憎恨，看见了都不痛心。如何像牺牲？呀，搞了半天，搞了柴火搞过来，这是煮饭。没有发生，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，爱过痛苦一生。照我心中的女人，这个世界没有别人，仍然令我放肆爱一阵。对你飘发的爱为何认真？热情热爱配难枕，怎知道爱上了你像痴子一份，仍然愿意靠近你亲近，也许痴心可以满情深，最无望盼。红烧螃蟹，今天晚上在温州来就要吃螃蟹。虽然很贵，但也要吃一餐，咬牙也要吃一餐。他们是清蒸，我就红烧。红烧再煮，好香啊！呀，吃饭了，朋友们，螃蟹就放在锅里面煮，吃饭了。如何像轻说的对白，想一想，说了多么。螃蟹汤倒一点碗里面，很鲜很鲜，再吃起来，哇塞，爽死了！哇，太美味了！今天好凉快啊，凉飕飕的。这个螃蟹是不是被我煮久了？看看有没有肉啊？好鲜呐！美味美味，太美味了！这比鱼好吃。
有点辣，放了小米椒。泡的这个汤特别美，特别鲜，美味。啊，今天是破费了，吃了两个螃蟹，爽死了。晚上在这里过夜应该没事哈。饭吃完了，螃蟹还没动，美味呀，我的天。今天的美餐吃完了，哎，只剩汤了，还有一个角，这个没什么肉，不吃了，辣辣的，小米椒看到没？太辣了。把袋子装起来。一会来榨榨果汁，香蕉，然后苹果，倒上这个牛奶，倒进去来榨。我手刚刚，这是那位粉丝朋友，这位女孩子送给我的，这个杯子很贵哦，好像好几百块钱买过来，我查了一下，好几百块。嗯，我今天还是头一次搞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弄，怎么不转呢？我头一次弄，哎，是没电了吗？有电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凉快哟，今天晚上风很大，那边也有人在那里乘凉，怎么没反应呢？我的天，我搞不来呀，难道就要这样喝了？我研究一下，好了好了。很棒很棒，吓我一跳，我的天，这个还得研究，好好的研究，不然你搞不来啊，奇怪了，诶，这样子玩的。感谢那位好心的粉丝朋友，感谢那位小姐姐送给我的榨果汁杯。这个电我没充满，我也没充电，就是看着它灯是亮的，我就没管它，估计电不够了。不要转动，哎，转动那个嘴就没了，一下子把嘴就消掉了。这里面很多东西啊。嗯，果然好喝，里面有香蕉，有苹果，放了两种水果，再加这个牛奶。健康食品，感谢那位小姐姐，感谢你送了我一个这么健康的杯子，充一下电就可以了，只需要插在那个汽车的 USB 上，插在上面。关注那个乐知公众号，每天可以学习，它里面有讲健康，怎么去喝这些，怎么搭配呀、啊？就是说蔬菜呀、啊、水果啊，搭配起来榨果汁，教大家。
有个关于健康这方面的知识，那个上面讲得很好，舒服啊！喝这么一杯，什么维生素 C 呀、啊，什么 A、B、C 呀，乱七八糟的，我也不太懂，肯定已经补充到位了。嗯，太棒了，这个真好。这里面都有汁，不要突然之间转起来了，转起来那个舌头都被它打掉。太棒了，好了，收拾东西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了。缘分过去你不再问，不懂珍惜此际，每每看着我受伤，只因你看惯我的迷魂，对你再不震撼，看见了都不痛心，如何再弃了说的对白，想于一生一世，说了当没有发生，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。要过去吗？我能过去吗？那边不能过去，要从那边。从那边？从那边。我以为想去的话呢。从那边。哦，行。我的世界或有别人，仍然令我放肆爱一阵。对你飘忽的爱，为何认真？热情热爱配难枕，怎知道爱上了你将。